以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或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双手放于膝盖上，背挺直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需要，将靠垫置于你的后背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保持背脊的直立。在中途，如脊椎感到不适，可进行放松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，慢慢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。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开始关注您的呼吸。关注吸气和呼气。只是简单地将您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自然节奏上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请将您的耳朵调试到聆听以下由巴哈欧拉启示的圣言。尘土之子啊，当心勿与渎神者同行，也勿寻求与之交谊，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尘土之子啊，尘土之子啊，当心勿与渎神者同行，当心勿与渎神者同行。也勿寻求与之交谊，也勿寻求与之交谊。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尘土之子啊，
尘土之子啊。尘土之子啊。当心勿与毒神者同行。当心勿与毒神者同行。当心勿与毒神者同行。也勿寻求与之交谊。也勿寻求与之交谊。也勿寻求与之交谊。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因为这种交情会将心灵之光化为地狱之火。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去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至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